到周五晚间8点钟的就是娱乐，就是要健康。我是怡佩，赶快来介绍今天我们要 PK 明星亲子料理的两位来宾。首先这位呢，他长得很辣，很会健身，身材很好，但是最近呢，我常常看到他po他做菜，该不会是恋爱中的女人都是这样吧？来，欢迎刘雨柔。哦，是我的，不然是雅兰姐。我一直都有做菜了，可是你最近 PO 的频率很高哎，因为最近就是搬了家之后，比较有那种居家小女人的感觉，就做菜频率就变更高。了解，因为以前因为以前都是因为有心爱的男人，所以因为以前煮都自己吃嘛，那现在因为有另外一半可以分摊，所以就煮菜没有。对，但是雨柔，你说她做菜频率高，一定没有高过这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他还拿了2张厨师证照。欢迎雅兰姐。哎，大家好。在家里每天都要煮饭。对呀，对啊，而且拿了厨师证照之后呢，就一定要多煮啊。对，不然你们家那一口子不一定真的要拿厨师执照，还要才能多煮。我觉得多煮一定厨艺会进步，这是真的。而且你们家昌明哥很爱碎碎念啊，超爱念的，你不能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。对啊，對，而且不好吃他会念哎，你这少了一个什么味道，然后怎样怎样，然后不然出去餐厅吃，他就会说这个哦，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然后我就会讲出来，比如说有5样东西，他就说哦，那你知道就好，回去煮给我吃。啊，他就这样子，压力也太大了吧？啊、我说哇塞，你也太夸张。所以他罗马不是一天造。他肚子就是这样养出来的，没错。我那天看到他，我跟他说：“你真的要运动。”我们就是昌明哥爆料大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怎么吃最营养，交给我们的好朋友刘依霖营养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不过呢，我问一下雨柔，你从以前就会做菜，是因为你们家庭的关系，还是你本身就爱做？因为我外婆超级会做菜，而且她会做厉害到一直开店，然后生意都非常好。真的，她最后是因为觉得身体太受不了，所以才不开店。嗯，然后从小我就是喜欢跟在外婆旁边一直偷看她煮菜，嗯，然后煮到长大就开始自己会跟着外婆问啊学啊，然后一边自己做。那你喜欢做中式还是西式还是什么？其实我会做的是偏中式居多，哦，中式。就如果你要我做西式或很精致，或者是甜点，我反而觉得好多。那雅兰姐呢？雅兰姐平常因为你们家小朋友现在都比较大啦，对，应该是不太挑食，你应该是什么料理都做。基本上我觉得小孩子只要是小孩这两个字都会挑食，但我小孩很爱指定菜色，比如说跟你老公学的，对。他比如说，妈妈，我今天想要吃部队锅，我就要去头痛去想说啊，部队锅怎么煮，然后就煮出一个部队锅来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口气是 Ken 会讲的话，对啊，是吧？我女儿也会啊，我女儿说，妈妈，外面的菠萝面包都不好吃，你可不可以做个菠萝面包给我吃？压力好大，我就做菠萝面包给她吃了，我就上网找，好难哦，对啊，养到这一群，而且重点是，老公，而且重点是雅兰姐家的部队锅一定要去试试看，她连那个什么器具，上次去她家吃一个什么辣牛肉辣牛肉汤饭，他那个连器具都跟韩国的一模一样，对，一定要的。你老公要求好严格，对，我去韩国吃那么狂，太神了，煮的比韩国人好吃。好，但是呢，要讲到了就是哄小孩这一块，因为雅兰姐是两个小孩的妈，一定没问题。对。雨柔，我觉得你好像对小孩是会处理。哎，你们刚刚那个制作人，他们刚刚都说你会怕小孩吧？我非常爱小孩，哦，你会叫小孩直接去拉单杠？我不，掉在那不准吃。对对对，没有。可是我非常喜欢小孩子，但是因为我们家教的关系，他刚刚在旁边对脚本，他说你等一下不要太凶哦。我想说哇，是对，你们都太过分了。太喜欢小孩，非常喜欢小孩，我对小孩是非常有耐心的。可是因为我们家教的关系，就是从奶奶啊什么，我妈妈一代代传下来。他们对于小孩挑食这件事情，就是直接处罚，他不会哄你，他就是你就是关到厕所里面去，或者是去旁边坐，就这一餐不要吃。对，你久了你就会怕，就是你就不敢挑食。那如果说待会我们的小朋友是我们的评审哦，如果过来就说雨柔姐姐做的，没有关系，我就自己吃掉。好，我以为你要把它关到厕所，没有啦，不会，还是会哄一下。而且我今天做的料理就是会希望是小孩子喜欢的。哦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，当然就要连线给我们的美食特派员大凯，最会吃的大凯，来看看今天大凯在市场上帮我们找到什么特选食材？
家好，我是大凯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倒给豆芽菜，老板，这个就是绿豆芽嘛？对，绿豆芽，对。哎，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有种过，对不对？国小的时候种在那个卫生纸上面啊。哎，那可是我们到什么时候确定它可以采收？小朋友比较肥满的时候，长度大概五六公分长度的时候，五六公分就是大概，老板你手掌借我一下，差不多一个女性手掌的宽度，哎，安内的对啊，标准哎，就是五六公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然后要挑笔直饱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发现挑蔬菜好像笔直饱满是一个指标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坊间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豆芽菜不要挑太白的。对。要银白色、乳白色都可以，银白色、乳白色，但是不能太白。对，太白就有漂白了。哦，加了硫代、硫钠剂，对不对？就是工业的漂白，漂白水就不行了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子，自然透白就对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看起来其实是有一个温润的感觉，对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不是那种吃起来是脆脆的感觉，吃起来脆脆的，可是不能生吃，对不对？绿豆芽不能生吃。要稍微过水一下，爱杀之类的对吧？一下就好，不要停留太久，就一下子就可以切。老板，那好奇请问一下，就是我们买回去绿豆芽要怎么清洁会比较好？哎，就你说怎么清洁哦？洗一洗就好了，泡一下水就好了。泡一下水，对对对，就是要吃多少泡多少。对对对对，不要说哦，我要放的我也先洗，不行。对，没有错。哦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这个绿豆芽回去冰冰箱，可能冰个两三天就。可能就会比较稍微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啊，你回去用纸包起来，它可以保持它的鲜度。哦，再水泡起来。哦，先用纸包，对，然后吸了它的水分，再用塑胶袋装起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说等于说水分流失，对，或者是外面的水进来，防止它冰箱的那有那个蒸汽，有那个水蒸气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它那隔绝它就不会坏。哦，把它做隔离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了解了解。老板，那好奇请问一下，正常买回去的豆芽可以放多久啊？我的话是干的，可以放一个礼拜。可以放一个礼拜，干的。那只要放久的话会怎样呢？放久了会变得有点变黄，变黄，有点变黄。它吃起来口感会有差吗？嗯，如果说你买的很新鲜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差别的。哦。除非你说它买的不新鲜的话，就会有点差别的，比较软的。哦，比较软，只是口感上，可是味道没有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所以基本上清洁保存的方法都教给大家啦。那要怎么样煮会好吃？就要交给我们的烹内一配。我们今天的特选食材是大家都很喜欢，铁板烧一定吃得到的豆芽菜。我想豆芽菜可能很少人不喜欢吃豆芽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小朋友从小都会有一个应该算是自然功课吧，要在家自己种绿豆。对，绿豆芽。但你以为长出来那个绿豆芽就能吃吗？不一定能吃哦。但是接下来这则新闻，我们要教大家，如果你很喜欢吃豆芽菜，可以在家里种出好看又好吃的豆芽菜。热锅快炒豆芽菜搭配葱蒜最对味，撒上盐巴美味上桌。家常菜清炒豆芽几乎是每个家庭餐桌上都会出现的料理，但却有不肖商人用化学药剂漂白豆芽菜，又掀食安恐慌。它肥也较唔好，卖先行，先行就是坏掉了。豆芽菜该怎么选？你一定要知道，是不是黑心的？看豆芽菜的尾端是第一步，没有漂白的豆芽菜尾端颜色偏黑。如果芽菜还附着绿豆壳，表示没有经过漂白加工，相对比较安全。还有豆芽菜可不是越白越胖越好，卖相越白又去头尾，很有可能越黑心。有头有尾，有根部有绿叶的部分，你不要去买一些外观比较白皙的，这些豆芽菜我们尽量不要去买。要是真的担心市售豆芽菜不安全，自己种也 OK。只要准备一只茶壶，里头倒进大约半杯的绿豆，再加入水，高度腌过豆子，记得要换水，一天换2到3次。种菜的过程千万不能晒到太阳，换水时要把盖子盖紧，重复动作连续4天，茶壶菜园就能收成。外观比较不佳的，不一定是不好的。水不要太多，你如果太多的话，豆子的部分它会酸掉，会腐败掉。就可以种出豆芽菜，真的，这样以后家里都不用买菜了。对呀、啊，买什么豆芽菜这么贵？就绿豆丢进去，然后加水什么的，然后它就不会长出上面的叶
子，它会不会臭掉还是什么？因为它都闷在里面。不会，既然水不能太多。对，重点是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看啊，那你就不用去花钱去外面买豆芽菜。哎，外面卖现在豆芽菜也不便宜，超市卖一包，对，什么25，对啊，你在家里自己种，大概成本2块吧，对，对不对？绿豆一把就 OK 了。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说这个豆芽菜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？如果你吃豆芽菜的话，最好是连那个所谓的豆类，那里面那个根部跟它的所谓的头的嫩部一起吃，相对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。是，然后豆芽菜我们刚刚有分，有绿豆芽、黄豆芽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黑豆芽、豌豆芽，其实那我们就称为芽菜的部分。对，那通常如果芽菜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其实蛮高，尤其是绿豆芽。所以如果你在做绿豆芽烹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建议，如果说可以稍微，如果说干净的话，其实生吃也 OK。但如果你怕维生素 C 高，其实烹调上面有个技巧，就是不要穿汤太久，因为保留维生素 C。然后另外呢，如果是黄豆芽的话呢，黄豆芽跟绿豆芽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所谓的一些维生素 A 它特别的高，所以如果你是炒黄豆芽的部分，其实你可以用油下去炒，哎，那反而它的营养价值是会提高的。了解，豆芽菜你可以做不同的烹调方式。是，但是如果免疫力比较低的人，其实在做芽菜的话，不管是绿豆芽或者是所谓的黄豆芽，我们建议都要吃熟的。所以绿豆芽是可以稍微有点生吃，但如果免疫力不好，建议两个都要熟的。对，都要熟的，然后可能会稍微烫一下，稍微烫一下。对，豆芽菜除了维生素 C 高之外，它有一些什么蔬菜的膳食纤维之类的吗？有，其实膳食纤维也不错。再来就是它也蛮偏高钾的食材，所以其实很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吃。对，另外呢，它可以增加饱足感，所以其实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比较胖的话，其实你在餐前可以给他一碗那个清炒的绿豆芽，是，让他先增加饱足感。要怎么保存？因为其实豆芽，第一个我们刚刚看那个新闻啊，如果自己种的话，先从种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。对，因为如果在家，尤其是现在如果有时候下雨，有时候晴天，还有天气不好，注意看有没有发霉啦。那如果没有发霉，其实就 OK。那如果说你是外面市场买的，或者是像那种超市买的，我们是建议。豆芽要买那个冷藏的。冷藏的，对，要冷藏，因为芽菜其实容易坏掉。可是很多在传统市场就是直接摆在那边卖啊。那如果你去传统市场买的话，记得你要买就是没有处理过的。如果你是买那种拔好的话，相对的话，你可能要放在冷藏大概3到5天，其实就要赶快把它用完。了解。你会发现3天其实它的就没有那么营养，会黑掉。既然提到了豆芽，两位要端出什么料理？当然。麻酱银芽春卷，你看，弄成银芽，感觉那个就高级，就整个要翻2倍价钱的。当然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感觉要给我们吃的？麻酱豆芽菜春卷很怂。豆芽菜春卷，对，那银芽，对，麻酱银芽春卷感觉就很厉害，是有一种走越南料理的感觉的。对，然后也比较清爽。然后小孩子如果比较不喜欢吃正餐的，我觉得可以当做是小零嘴。这一道我会想吃，但我很期待雅安姐今天弄什么料理出来。你看他的名字，今天我一定要主题性，是因为应景，圣诞节要到了，当然要来个圣诞树的寿司塔。问题是你这个看起来就是没有圣诞树啊，该不会是把那个弄一弄挂在圣诞树上？对啊，要吃的时候直接拿下来吃。真的假的啦？直接爬树，或者是说你等一下弄完之后，请坐大家去搬一。圣诞树还摆在旁边，然后跟他一起拍照。当然不是，我待会有成品。OK， 好，今天除了两位艺人来 PK 之外，要介绍四位小小的美食评审，也是我们的小帮手。首先介绍就是 Gavin、Owen、还有萱萱以及佩佩。其中这个佩佩啊，一定要好好来介绍一下。你知道佩佩他的全名，他也姓吴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吴怡佩。跟你一模一样的字，难怪好美。我刚看那个 rundown 的时候，我以为心想说，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其中一个小朋友？难怪四个看起来特别美。哎，就是会说话，有人就是会说话。对，所以佩佩，你是真的叫吴怡佩吗？真的，真的。那你要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怡佩。好可爱，难怪特别可爱。好了，好，我会好好，怡佩姐姐会好好照顾你，怡佩姐姐会照顾怡佩妹妹。好，今天四位小小的评审呢，就来当你们两位的小帮手，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 PK 赛喽。好，首
先很会做菜的雅安姐要先登场，她刚刚卖了一个很大的关子，要用圣诞树做寿司塔，对，还要把那个银耳不是银耳啊，银牙加进去，加到里面去，到底怎么做呢？对，今天我们就准备饭。哦，对，因为寿司一定最主要就是饭嘛，对，但是一定要醋饭，是，就是如果小朋友不喜欢吃醋饭也 OK， 我们就加点醋，但是我们的醋呢必须要加糖，好，对，好，那来看一下今天有用什么食材，对，圣诞树寿司塔的部分有用到白米饭、寿司醋、蛋皮，对，寿司海苔粉、寿司海苔片、豆芽菜、红萝卜、小黄瓜、肉松、鱼卵、新鲜蓝莓，哇。还有蓝莓，但你竟然用棉花糖、巧克力豆、美乃滋跟 cheese 片，这些东西有没有都没关系，就是自己应用。嗯，我觉得自己应用。那我觉得它，因为我今天要做成圣诞树嘛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些装饰。了解。那基本上我的比例是这样子，如果是四杯米，就是一杯的那个醋，然后加糖，对，加糖 ，OK。好，然后呢下去煮，稍微煮一下之后放凉之后。拌到饭里面去，对对，拌到饭里面去。今天饭是我们的主食，但是你要请佩佩跟 Gavin 帮你拿东西啊。对对对对对 ，Gavin 现在很饿，Gavin 很饿，你真的很饿。不然一佩姐姐先帮你做一个肉松饭团给你吃。你们可以先帮我拿东西吗？等一下就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帮我拿，要听清楚哦，帮我拿绿豆芽，好，一碗，可以拿一根吗？好，然后红萝卜，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好，还有 MM 巧克力，巧克力哦，好，巧克力哦，够，好，够，小心，小心，加油，加油，红萝卜，哎呦，是哟，是哟，佩佩拿了红萝卜，棒棒哦，还有什么？棒棒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听清楚，拿巧克力的那一个，旁边那一个豆芽菜，豆芽，豆芽菜，豆芽菜，豆芽菜，跟巧克力，哪一个是豆芽菜？去菜做好，白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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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对，好棒哦！好，一起拿回来，一起拿回来。好，这节目真的很棒哎，这样让小朋友又学会知道豆芽菜。对啊，认识食材，惊，搞我惊死！哦，把雅兰妹妹吓了一大跳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我们放下来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红萝卜，好，红萝卜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好，好的，还有豆芽菜，豆芽菜。好棒哦，你们真厉害。好，然后我们饭啊处理好了之后呢，把它放凉。好，寿司饭一定要放凉。对，放凉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刚刚再讲一次。对，白米是白米是四杯。四杯。对，然后醋呢就是一杯，然后再加两大匙的砂糖。OK。对，然后稍微去过煮，不煮也没关系，因为饭是热的。了解。然后你把它融在里面，然后放凉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对，就是我们的寿司饭。对，就是寿司饭。好。对。那寿司饭我们刚刚已经有先拌好的，里面有加了那个寿司醋，然后以及糖，去拌好的一个寿司饭。对，没错。好，然后那我现在就要来做寿司卷。好好，我要帮你加热吗？我刚刚说了，现在对，这个帮我加热一下。嗯，因为我今天刚说了，我今天要做的是像圣诞树一样，对，所以外表一定是绿色的嘛，圣诞树是绿色的。而且应景嘛，我们再过两天就圣诞节了，小朋友应该会喜欢，小朋友一定会喜欢。我先准备一个保鲜膜。然后呢，这个红萝卜我就把它切成条状，然后把它放下去烫一下。好的，对。那因为我今天也有准备了小黄瓜，然后今天因为我为了让它蔬菜量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又加了银芽在里面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就把它切一切，切成一条一条的。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穿烫我们的银芽。哦，这个已经掐头去尾了。对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直接下去烫，差不多10秒就可以。十秒就好了。对，好。刚刚伊莉有说不要烫太久。对对对，不然维生素 C 就会跑掉。对，就会跑掉。然后我们红萝卜待会下去穿烫，因为红萝卜要比较久的时间。对对，好，好，等它10 9 8 7 6 5 4 3 2 1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好，好了好了，十秒起来，要保留它的维生素 C， 所以真的不要烫太久，因为绿豆芽很快就软掉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不要烫太久也比较好，就保留它的那个脆度，对，用炒的不要炒太久，对，没错，它很容易熟。好的，对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红萝卜丢进来烫，好，好，好，红萝卜我帮你顾，
我先取出一个海苔片，然后我下面呢要垫一个保鲜膜。哦，好，然后我就直接放上去之后呢，然后手要沾点水 ，OK， 因为如果不沾水的话，那个米饭会太黏。嗯，好，那要沾那个喝的水哦，喝过的水，对，然后稍微煮过的水，煮过的水，煮开的水，对，煮开的，可以喝的水啦，说喝过的水啊，不是啦，可以喝的水啦，怎么喝过的水？可以喝的水，可以喝的水，就不要深水的，对，不要深水，对，對好，好。然后我们就把它铺平在上面，是，然后差不多铺约零厚度约0.5公分，好的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它完全铺平之后，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翻面，啊，翻面了，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下面要放一个保鲜膜？我先翻面，翻面，翻面了之后，我开始放上小黄瓜，嗯，好，小黄瓜，然后红萝卜，是。颜色很漂亮，对啊，又有绿色的东西，对，然后还有蛋丝，对，我们刚刚已经把蛋先煎好，蛋皮之后切成一丝一丝的，切成一丝一丝，嗯，对，那厚厚的也 OK， 嗯，对，都可以，好，就自己喜欢就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放小朋友喜欢的，啊，我最喜欢肉松了，我也好爱吃肉松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肉松就是咸香，咸香很配饭、啊。小时候的回忆啦，对啊，真的。现在稍微建议就不要吃这么多。如果因为它是比较偏那个肉类加工，每次都是来破坏我们对小时候的回忆。小时候回忆，对，肉松一定要配饭，配稀饭，哦，好好吃哦。肉松胶胶母，对，真好吃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点啦、啊，银牙，对。这个很特别、哦、一般寿司不会包银牙，寿司不太放上去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吃起来会有口感，会脆脆的，对，会脆脆的，而且一般寿司你可能吃起来会觉得干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，这个会有水分，因为银牙里面会有水分。对、嗯，好，然后我们挤上一点点的少少的美乃滋，好，少少的，好。嗯、接下来我们就用保鲜膜。然后我们放的地方是差不多三分之一，中间再过一点点这样子，嗯、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一点力？对，稍微压一下。OK， 稍微压一下，好，然后把保鲜膜拉稍微拉起来，我们再用竹帘去压它。哎、欸，这是要练习耶？对，不用啦，不用吗？要练习？啊，不用，这很简单。那是因为你是厨师啊，没有，你有厨师。然后再把保鲜膜再拿起来 ，OK， 然后再压。哦。不然保鲜膜会包到里面去。了解，对。好，然后这里就要压紧了。嗯，好，把它压紧。你等一下再切的时候，它才不会散掉。好的。好。好哇，很厉害。对。好，稍微我再把它塑形一下。塑形一下。OK。那如果肉松，我们可以用那个雅兰，可以用那个鲑鱼吗？哦，鲑鱼也可以。就是、那个煮熟，或者是尾鱼也可以。可以。对。那现在你一定觉得外面丑丑的、嗯，对不对？对。都是白色的饭，对啊，很难看。那外面要弄什么呢？现在你一定觉得外面丑丑的、嗯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白色的饭，啊、很难看。那外面要弄什么呢？对，那我刚刚说了嘛，我们要做圣诞树，所以不会吧？就弄那个，我就要把它撒上海苔粉。是，来，我帮你拿这个，撒上海苔粉，拍得到吗 ？OK， 好，好。哇，让它有圣诞树的感觉，而且海苔粉好香哦，对，對啊、超香的、欸。这个很像外面那个高级日本料理在做的那个，對、啊、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压一压，塑形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子也稍微要沾点水，它才不会沾黏饭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边边比较不漂亮的切掉。哎、欸，这超像外面卖的那种高级寿司、欸，的寿司，高档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切这样一块一块。哇，好漂亮！原来外面高档寿司是这样做的，把饭放外面。颜色很美，超美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层层的堆叠。对，这小朋友一定很爱这个海苔的。是啊，好，没有它那个海苔还没吃到，光是闻它的那个香气很香。对对。對哦、然后把它切完之后呢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的成品在这里，锵锵锵锵，我的圣诞树在这里。所以你上面还有用了一些什么东西？对，这个上面是我自己煎的蛋，用这个星星的压模，用力，哦，好棒哦，超级厉害的。所以呢，旁边就是用那个 MM 巧克力或者蓝莓去装饰，虾软去做装饰这样子，然后堆叠起来就是
我们的那个圣诞树，对，就是这么漂亮，好可爱，很厉害。我刚才想说怎么样才可以变出圣诞树，不过这个圣诞树看起来是色香味俱全，对，它就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营养成分。对，其实雅兰做菜真的很有艺术，你看它这样做起来，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吃。嗯，那如果说小朋友的话，如果说家里呀，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，对，然后或者甚至于他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比较胖的小朋友，那我们建议如果说白饭可不可以换成像五谷饭啊，对，哦，就让它膳食纤维更多。那甚至于呢，如果我们的那个巧克力也可以换成玉米，那个酱的部分啊，其实用一点美乃滋的话，小朋友还蛮爱的。是，但是如果可以用像那个，在美国他们会用那个洛梨酱，有没有？洛梨酱，对，它其实也蛮好的，营养价值也蛮高的。我刚刚应该把它换成 cheese 也不错。对对对 对, 對，可以代替美，可以代替美乃滋这样子。對, 對, 對, 对，其实这一道的话呢，我觉得对小朋友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因为小朋友吃东西啊，其实很可以一口一口这样把它吃进去，所以它刚好做成一口一口的，所以其实它很适合小朋友。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。所以我说雅兰姐很用心又有艺术感啊，因为你要后天就是圣诞节，他就做了一个圣诞树送我们，是不是应景？ 对, 對, 對、啊、所以你要把这个圣诞树搬回去给昌明哥吃了，真的，这样子也可以一口接一口的吃、哦、真的。好，雅兰姐的圣诞树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就轮到的是最近非常爱做菜，而且做菜给男朋友吃，今天要做菜给小朋友吃的雨柔登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换到雨柔要帮我们做的是麻酱银芽春卷，对，用的材料有哪些？来看看。哦、oh, ，拿平的平的，好，拿放在桌上平的。麻酱银芽春卷用的材料有鸡胸肉一份、豆芽菜半斤、小黄瓜一根、红萝卜30克、越南春卷一包、米酒一大匙、海盐一小匙、白胡椒粉少许、芝麻酱2到3匙、酱油1.5大匙、砂糖0.5大匙、乌醋1.5大匙、麻油少许跟蒜头4瓣。哇，好丰盛哦，不输给雅兰姐，好丰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输输让输丁，输让输丁，它酱料都很多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其实才还好，酱料超级无敌多的。因为要调会需要一点时间。是，了解。好，那你要请两位小帮手帮你拿东西。很重要，小帮手一定要帮我。我们要鸡肉、小黄瓜跟红萝卜。嗯，鸡肉、小黄瓜、红萝卜有记得吗？小黄瓜是绿色，红萝卜是红色。我知道。好不好？好。鸡肉是白色。走吧，有点红色。那我们一起去，一起找。小黄瓜嘞，小黄瓜，就是它，绿绿的，绿绿的。好，还有葱会，还有鸡胸肉，好香啊！喂，好厉害哦，很厉害，萱萱也很厉害啊。我们可以回来了，好，一起回来，一起回来，跟我一起拿回来。有了，你刚刚有摸到，有摸到就算是拿。你有摸到黄瓜，对不对？有摸到黄瓜就算是拿，是男生手比较快而已啦。很棒，你们两个都好棒。谢谢你们，两个都很棒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食材拿出来。好的，这个鸡肉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对，我们今天是准备一份啦。如果你不用用到这么多的话，其实一半就够了。哦，对，我们的鸡胸好大片。对，很大片，因为这样可能有点吃不太完，所以我们就用一半，差不多。对，半切。好，把鸡胸肉放进去，然后我们需要盐巴，盐巴你就撒在鸡胸肉表面，然后帮它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两面都要按摩。按摩一下，你看，按摩一下。接着呢，我们需要米酒哦，去腥味。对，去它的腥味。好，倒入米酒的同时，也是再继续帮它马杀鸡。对，米酒大概1大匙到2大匙之间就好，不用盖过它，因为有的人会想说，是不是一定要盖过它？嗯，其实不需要。嗯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撒上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。好。你挖一个什么呀？他心想说有加好多东西哦，小心胡椒粉。然后这是一个腌制的动作，好，然后我们就静置大概20分钟，就让它入味，就让它对静置20分钟之后，我们要拿进电锅蒸 ，OK。然后蒸呢，我们大概是蒸个15到20分钟，大概一杯水的时间，然后就好了，鸡肉就处理好了。然后接下来的食材我们会需要红萝卜跟小黄瓜，我们直接把它刨成丝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好开心哦、喔！来，小心哦、喔，看一下哈，有了 ，OK， 有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丢下锅。好，对，你变一丝一丝了。对，红萝卜，我想大概煮个不用到1分钟就好了。对，还是让它稍微穿烫一下。是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来处理小黄瓜，跑去哪？小黄瓜在这里。好。我们来处理小黄瓜哈，小黄瓜你要用这个吗？对啊，要用一丝一丝的吗？一丝一丝，好，我们一样，但都要先煮过，好不好？不不不，先洗过，都要先洗过，
然后我们就把它刨成丝，因为丝对小孩子来讲比较能够好入口，对，然后小黄瓜我们也放着，待会会用。好，现在那个红萝卜烫的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OK， 我们把它捞起来，对不对？我需要你帮我拿一个，噔，就是它。好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水还是保持让它在有点沸腾的状态，因为接下来呢，红萝卜捞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豆芽丢下去。今天我们的主角豆芽菜，把它丢进去。好，然后一样也是大概30秒就好了，因为太久它会烂掉，会软掉。我就大概帮你加热，绕个5圈自己数，然后帮我数5圈，快点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起来，大概10秒钟就好了啦，对，对，差不多。好了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把我们的那个，你们帮我泡水好不好？这里有一杯水，我们把它泡在盘子里面，把它来，我泡啊，你们压压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，我们顺便把刚刚蒸的那个鸡肉拿出来。对，好，对，鸡胸肉蒸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重头戏了。那个我们要调我们的调味料，我们要芝麻酱。好，芝麻酱，芝麻酱大概，我们一般的茶匙是2到3茶匙就好。这听说是你自己的独家配方的，对，待会我会加到独家配方，因为大家一般混合芝麻酱会加热水，但其实加热水就是不够味哦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鸡汁，对，蒸出来之后就不要浪费，对，就把鸡汁加进来。所以你这个芝麻酱里面加鸡汁，对，我们用鸡汁去调和它。我来帮你拿。谢谢。因为鸡汁也有味道。对啊，因为你刚鸡已经有腌过了。对。接下来当然我们还要需要一些别的调味料，因为这样还蛮单调的。对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糖。好。不用到一茶匙，就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对。太多酱会太甜。嗯。吃了对身体也不健康。好的。然后我们把它拌匀，然后我们会需要大概1茶匙左右的酱油，一点点酱油。对，我们现在调，随时你都可以抓那个酱的比例，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嗯，加进来之后，我们还会需要一点点的醋，乌醋。那如果你怕它的味道太重，你可以斟酌的加，就是让它提一点点味道就好了，不用加到太多。好。像我个人就是很怕乌醋的味道。对，但是还是但没有又不行，对，没有又不行。嗯，然后。少了一位小孩子就吃起来就没办法下味，是下口入口。最后呢，我们会需要加一点点蒜末。哦，蒜头，蒜末对身体好。蒜末对对，但我觉得蒜末你可能要调整一下量哦，小朋友可能会觉得那个是辣辣的，辣辣的。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让他们突然好想吃凉面。我跟你讲，你在调这个酱的时候，如果你对小黄瓜，如果你怕小孩子吃出这个蒜头的感觉，对，你们也可以把它弄成泥哦，他们吃不到颗粒，对他们吃不到颗粒就不知道里面有这个东西。好，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把香油加进来。OK， 香油一点点就好。所以在雨柔的这个料理里面，其实是酱料很重要啦。酱料很重要，嗯，靠酱料的味道。要怎么样调出一个好吃的酱料？因为其实小朋友还是爱吃酱料，嗯，对。没有啦，小朋友在乎那个味道。对，对你那个味道要够香，要能够对，要能够吸引他们。你先给他们闻闻看好了。哦，你闻闻看，香吗？哇，香！萱萱嘞，很像汤圆。很像什么？很像汤圆的味道。花生。想要吃芝麻汤圆哦，芝麻汤圆。没有在开玩笑。真的吗？我刚刚偷吃了一口，你要不要沾一口？偷沾一口。超好吃的。哎，我觉得好吃，那是因为你里面有加了一点点糖跟乌醋。对，刚刚我们主角要来了。嗯，我们穿烫好的红萝卜丝跟豆芽，我们要把它摆进来，还有刚刚的这个小黄瓜，是，我们就放在中间的位置，哇，放在中间的位置，豆芽，刚好增加那个脆度，是，把它拍拍站好，嗯，因为小孩子可能会比较怕红萝卜跟
小黄瓜。但我觉得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你那个酱很无敌。对，我在放它的比例上，我可能会还是豆芽偏多一点点。嗯，对，然后其他两个是有点稍微辅助的感觉。好，刚刚把蔬菜放进去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加蛋白质了，对，对不对？鸡肉丝要把它加进去。其实我们刚刚蒸好，你就把它剥一块起来。剥块起来之后，你就照它的纹理这样把它拉开，拉开，它就变鸡肉丝了。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拉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对，变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跟我们的其他食材摆在一块儿。是，因为什么觉得很像你健身会吃的东西啊？它是不是也比较营养？对啊，然后也比较清爽一点，就不会有这么油腻感，但味道又很 OK， 很足够。小孩子应该爱吃鸡肉，所以我多放一点。好，差不多我们一口塞，塞到嘴巴整个鼓起来。OK， 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包装它了，包装它非常简单，跟刚刚雅兰姐卷寿司差不多。其实你们两个今天那个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卷的东西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把它压紧。对对，把它压紧哈。帮你弄紧。然后左右两边记得要收起来，包进来。但你在卷它的时候，你稍微要压紧，但不要太大力，不然会破掉。卷皮是会破掉的哈。然后就这样，很简单。卷好了， okay， 卷好了，就这样卷好了。好，这个很像外面真的那个越南春卷的那个料理。对啊，今天两位都是那个不仅是做起来看起来好吃，重点是又漂亮。对，为了符合孩子们的嘴巴。对啊，你这个只差没有弄成圣诞树而已。对，对不对？不同颜色的圣诞树。我帮你拿了一个盘子，拿了一个盘子之后，我们要来盛盘了。好，刚刚调的这个酱呢，我们就先把它。白色的圣诞树。刚他们两个一直在闻那个酱。对啊，那太香了啊！我们就先把它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我是小孩，我会不知道要选哪一个，因为小朋友也喜欢海苔，而小朋友又很喜欢圣诞树，也喜欢海苔，但是这个酱是很难抵挡，因为它那个酱太好吃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稍微中间给它放一点点酱，让它每一个等一下放上去的春卷是 OK， 我来把它摆上去。好。摆盘，对，好，把它摆好，我们就完成了，很漂亮吧？好的，雨柔，这个用银芽做成的春卷已经完成了，那请依依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它制造料理的营养成分。刚刚那个一佩讲说这个可以运动完吃的，其实小朋友运动完也可以吃。哦，真的吗？小朋友常常会去跑操场啊，或是打球啦，其实回来其实多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的东西。那相对的，因为有时候补充蛋白质会觉得还是很饿，所以我们里面呢，我们会加了一些蔬菜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绿豆芽银芽部分，它有膳食纤维，可以增加小朋友咀嚼的能力。其实我们现在鼓励小朋友可以多咀嚼，对，因为咀嚼其实对小朋友的智力发展还有记忆力其实都有帮助。没有，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有一派的爸妈很喜欢把食物剪成很碎很碎，是不鼓励，对不对？其实不鼓励，甚至有的小朋友副食品，我们建议就是可以吃一些原形原形的食物了。了解。那今天雨柔做的这个，其实他用这个很好的酱，因为他用了坚果的那种芝麻酱，是，然后提供它的香气。那小朋友其实用沾酱其实很好入口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道啊，第一个运动完可以吃，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家有那种小朋友胃口超好的，一天到晚都要吃东西，对，你倒是可以准备这一个，因为它把外面的这个面皮啊，原本是应该是要那种淀粉，它把它弄成越南的这种河粉，相对热量也低，妈妈减肥也可以吃。哦，今天雨柔做的是麻酱银芽春卷 ，PK 的是雅兰姐的圣诞树寿司卷，到底谁会获胜？我们马上进入小小美食的评审时间。好的。我们试吃跟评审投票的时间了。那刚刚是雅兰姐的先做，不如我们就先来吃雅兰姐的圣诞树寿司卷吧。好，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寿司，寿司树，先吃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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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吃圆圆的那个圣诞树寿司。刚刚你们有看到圣诞树吗？在刚刚我们做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吃刚刚你做的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吃一下圣诞树的寿司。哦、oh, ，Gavin 一口就吞，一口还是很吃，我们很大口，是很大口。这边有水哦，可以喝水。好，切这样子好吧。好，他没办法切。他有啦，他有心就可以。喝水，有心就可以，有心就可以切。不是因为它里面有海苔，对，它海苔会很所以海苔要断。那你就吃一口这个跟这个配在一起，好吧？要配一点料吃。好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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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 ，OK， 好，我帮你这个拿过来这里，吃一口就好。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那个佩佩，你吃了吗？吃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哎呦，这小朋友很特别、欸，那个把里面的料先挖起来，吃到海苔的味道了。对，吃到海苔的味道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吃下一道好不好？吃这个。都还没吃完，没关系，不用吃完，不用吃完，试吃。评审就是吃一口就知道要投给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吃这个，好好，这个好。欧文吃香香，他要把它吃完。他很坚持，欧文坚持，他很勤俭持家，真的。你要吃，你要吃，他将来会是个好的，因为评审就是都要吃。你有吃一口对不对？欧文，你有吃吗？好，要吃一口哦。欧文，你要不要吃香香？欧文，你吃这个好了。这个等一下再吃，如果你要吃的话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，会很难决定吗？对啦，很难决定。你都还没有吃，都还没有决定，他就马上说很难决定。我吃香香，你刚刚做的香香，好，都很好吃吗？都很好吃，好，超难决定，超难决定，超难决定，他是走一个浮夸派的，浮夸派，好。通通都有吃到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吃到了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就要来投票咯。那投票之前，当然还是要请伊里来帮我预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，就营养价值来讲，这两道菜都是用新鲜的这个蔬菜下去入菜，而且吃起来都是脆脆的，但是都没有那种蔬菜的那种很夸张的那种草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营养价值很高。另外，他们都用了蛋白很好的蛋白质，包括蛋跟所谓的鸡胸肉的部分。那因为鸡胸肉本身比较柴一点，所以其实雨柔他用了这个酱料，刚好让它滑口，所以很好吃。了解。那雅兰这个不得了，我刚吃，我根本觉得它根本就是外面日本料理卖的，就是外面日本料理卖的那种很高档师傅在做的，所以我今天真的很难决定，我觉得会平手，因为酱料真的好吃，酱料很香。对，雅兰姐那个料理是没有什么用酱料，可雨柔是酱料很厉害，对对，我觉得很。很难，而且我是用家里的白米，不是寿司米，是，对，是白米。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这个战况到底会不会平手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投票喽。好，来那个 Gavin 先来 ，Gavin， 左边是圣诞树哦，右边是刚刚那个有沾酱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请投票。请投票。谢谢 Gavin。早就知道他会投那个，但是他刚刚眼神一直看着他，他从头到尾开场都一直看着雨柔。哦，真的，因为他喜欢辣妹，他喜欢身材好。好，接下来换欧文。好，来，我想说小标都冲好快，你决定了吗？决定了，好，那请投票喽。好。有该不会真的平手吧？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。看看两位小女生怎么决定。来，那个萱萱来，萱萱，你觉得两个都很好吃吗？那会不会很难选？不会很难选，不会。哎，小朋友都对小朋友来说都不会很难选。那他们二选一，他们都没有选择，全部的都已经吃完，全部都已经吃完了。哎呦，他们在预告啊！那边上次来真的好，好，投票。那你去投票，很有向心力。好，现在目前是雨柔两票，然后雅兰姐暂时落后，最后就那个怡佩来，怡佩，小怡佩，小怡佩，好，你有觉得很难选吗？不会，哇，小朋友都不会耶，他们好直白哦，真的，所以好厉害，他们讲话有时候会觉得我要被吓一跳，对对对。好，那你知道吗？左边是那个圣诞树，然后右边是刚刚有沾酱的。好，决定了哈。好，那请投票。哦吼，真的是平手耶。你预测太准了嘛？对，因为这个酱料实在太香了，对，所以其实他整个小朋友会被他吸引。可是那个寿司小朋友一定爱，每次只要什么去野餐啊什么，小朋友都喜欢吃那一种。对，如果妈妈你现在在看电视，你要多吃像这样子的料理，才可以像雨柔身材练这么好。其实这两还好 ，you know， 好烦哦，热量都很低。是，就两道热量都很低。刚刚其实雨柔做这一道，因为它面饼皮其实热量很低，我刚帮他算一条大概不到100大卡。那刚刚其实雅兰这一道啊，其实因为它主要还是那个饭的热量，对。但是因为它如果放冷之后，其实热量也大起，烫性变，所以大概150大卡以内。了解，对。这两道料理呢都非常适合爸妈吃，也适合小朋友吃。先，看到两位是平手。